包租婆，怎么没水了？吵什么吵？自来水不要钱啊！你看这叶子，看这土，我都要渴死了！我要向植物保护协会投诉你。这不是每半个小时给你浇了100毫升的水吗？100毫升，连一口都不到。盆栽蒸发量本来就大，阳台还没雨水，再这么抠搜下去，到时候影响果实品质，可别怪我。切，隔壁仙人掌就没你这么矫情，吓唬谁呢？大哥，水分不够，我咋发育啊？苦什么都不能苦果子。要不兄弟，你把产量和个头都砍一砍，我努力供点水给你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兄弟，咱俩总算熬出头了呀！没想到少量多次的浇水，真能种出高甜的水果番茄，果然浓缩的都是精华呀！隔壁菠萝蜜核都被吃了，终于轮到你了。大哥，我长得干干巴巴，麻麻赖赖的，一看就不好吃啊！谁要吃你了？我这是把外壳剪掉，好让你发芽呀！烦死了！大哥，剪外壳就剪外壳，你咋还扒人衣服呢？芒果核也是有尊严的。我要是不这么做，你怎么进行光合作用？怎么生长发芽？这是为你好，不错，这么快就发芽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还别说，这土里是比水里舒服多了，我都想结小芒果了。在家种芒果，当真可行啊！这下实现芒果自由了。哪来的小龙虾？什么档次也敢和我用同一个池塘？大哥，我是你的新邻居啊。谁和你是邻居？我娇贵着呢。去去去，别给我金杆夹断了。你都这么大个儿，我也夹不动啊。去去去。行，你可别后悔。主人咋回事？这么久还不来施肥，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饿？我来帮你。你这虾怎么这么没公德心呢？这虾粪居然还能拿来当肥料哎！现在不饿了。现在知道割的好了吗？老哥，以前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从今往后这里的水草昆虫随便你吃，我这些叶子还能让你栖息避暑呢。这还差不多。这河虾供养不仅省了河花肥料钱，还省了龙虾饲料钱，我赚大发了呀！这就是你的新家啦，在这好好长大。真香。我根系都没扎稳，你让我怎么长？慌啥呢，这不正要给你弄生根水呢。不是，你做生根水你扒拉我干嘛？你体内含有水杨酸，对植物生根发芽都有促进效果，我不仅扒拉你，还要把你敲碎，让水杨酸释放出来。就这，你做的生根水也太糊弄花了吧。你懂啥，这可是万能生根水，不信你试试。 Later。 哇，这柳树枝做的生根水真的有用，根系都变发达了。那不然怎么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呢？好新鲜的辣椒，做个辣椒炒鹅卵石尝尝。大哥，你听到了吗？主人要把我们和鹅卵石炒在一起，你快想想办法啊。放心，我在川渝进修多年，就没有我辣不翻的生物。看我的火辣辣大法。我手上也没有味觉啊。怎么感觉辣辣的疼啊？嘿嘿，你不知道吧，辣味是一种痛觉而不是味觉。我们体内的辣椒素一直刺激你的神经，能不疼吗？快说解决办法，不然可就不止炒鹅卵石那么简单了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辣椒素是碱性物质，牛奶和食醋都可以平和辣椒素。
这解辣方法还真有效，下次切辣椒可得小心点了。哎，这木耳产量太少了。大哥，他把产量少的都拿哪儿去了？我咋知道？我也害怕呀。你看看我的产量，害怕的应该是我呀。这产量也太少了。对，就是他，产量也太少了，赶紧拿走。你说人家，你这木耳品质也不咋地啊。大哥，你也来了呀？我做了什么要给我使用这种酷刑？这也太急了。 Mu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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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ter。 大哥，你看咱俩产量都翻番了，我感觉品质也变好了。吊栽木耳比地栽木耳更节省空间，不仅品质好，产量还能翻倍，一举两得呀。桑葚怪好吃的嘞。你再吃我，信不信给你点颜色瞧瞧。我好怕怕哟。那你看看你的手。我不知道洗吗？怎么洗不掉？快告诉我怎么洗掉。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瞧见没，再不说你的下场就是这样。我好怕怕哟。你是不是还不说？先用生桑葚搓一搓，再用桑葚叶揉擦，我的手就变干净了耶。因为未熟桑葚中的果胶等成分和色素充分接触，就可以将手上的色素沾染掉。我就说吧，三步之内必有解药。哇，我要开始挖藕了。我藏得这么深，会这么容易被挖到吗？哼，挖藕也太容易了吧。这次算你运气好，下次不会这么走运了。挖藕靠的就是实力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挖一个准，绝对有问题，有内鬼，终止交易。现在才知道有内鬼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。你告诉我谁是内鬼。啥？我可啥都没做。沿着荷叶中间这条线的方向，把淤泥挖下半尺深，就很容易找到莲藕了。一挖一个准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鸡屁股配大蒜，简简单单一顿饭。鸡屁股你都敢吃？它可不擦屁屁的，而且还有毒。你瞎说啥？把人都吓跑了，你才有毒。你这部位叫腔上囊，里面有很多细菌病毒及有害物质，怎么烤都烤不掉，长期食用对人体没啥好处。那把这腔上囊去掉不就好了？还有你这尾部叫尾脂腺，负责分泌清洁油脂的，还会产生异味，味道可是骚得很。那再把尾脂腺也去掉，就能安心吃了吧？香的嘞。也要少吃。为啥？因为脂肪含量高啊。喂，有没有听过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？有便宜不占，你当我傻？我们夹竹桃全身含有剧毒物质夹竹桃苷，十几片叶子就能放倒一头牛。那就更不能放任你这个大祸害了，看我把你铲了。大哥，虽然我有毒，但是我很温柔。我四季常青，漂亮不说，又便宜又好养活，是绿化带里的热门选手。漂亮能当饭吃？我擅长净化空气，号称绿色吸尘器。把我铲了，可就找不到平替了。这倒也是，只要我不招惹你们，你们当植物的也毒不了我。